我今日嘅嘉宾咧，我哋请到 Wendy。头先咧，佢系揸呢个电单车嚟啊，系仲要揸棍波。佢话佢嚟紧会比赛，几时咧？应该系仲未定嘅，要睇下我生肉生成，要再多啲肉先会。年尾有比赛？应该就年尾咁样。咁到时如果睇到呢条片就支持下佢啦，经过。咁你係本身係之前冇試過比賽嘅？冇啊，嗰啲肯定冇。冇。以前咪就係游水咯，一個月就要比一次賽㗎啦，游水就。係。我都想死嘅我就咁睇嗰位嘉賓好似170幾嘅。3。係啊。我保守地講。點解保守唔保守？希望再高啦，有位。嚇、啊！就算到咗73.幾都話173。係。點解係唔想？你係做咩事唔想？兩蚊杯要咩啊？想差。之前游咗十幾年水嘅，咁到中國即係尾嗰四五年度咧，就唔知做乜開始係過勞啊定咩？咁啊左邊腰咧 keep 住都有個臼環喺度。係。咁就嗰排咧，我記得好似中四開始，都唔分明。我中學係嚴重到要戴住腰封過，只要上堂我就要戴住腰封，因為我坐喺度都會痛咯。有冇啲咩嘅即係抓拗嘅條件咁樣？即係唔好好似我咁細只到咁樣啦。唔係喎，我以前嗰啲都唔做專喎。哦，我以為咧，即係啲嘉賓做開運動嘅，都希望咧，另外一半都做開佢嘅。咁我以前都唔係做專喎，游水嘅啫嘛。到腰嗰排就冇再做運動咯，即係真正由游水退役咧，我就真係放飛咗自我咯。哦，即係你參軍隊？游咗一年幾咯。哇，好乸勁啊！而家。佢啲嘉賓原來堅挺我，跟住中大我都冇再游。佢嗰邊啲教練有叫我幫手游嘅，但係我話條腰傷嘛，我費事再操勞。就係啲唔使瞓覺啊，日日喺度通頂嘅活動。所以你嘅罩條件其實就唔關做唔做運動事嘅。咁嗰種冇所謂嘅，好關事啊嘛。咁有啲咩嘅，即係個男仔做咗啲咩嘅？即係最歡喜嘅，最歡喜係啦，即係有冇邊停啊？你可唔可以俾啲 tips 我哋啲觀眾，或者俾啲 tips 我啊？都想知道究竟有啲做即係做啲咩？即係女士們啊，最係喜歡嘅。我中意暖男 type 咯，但又唔可以個個都暖咯，即係唔可以中央暖爐咯。咁啊，我就真係唔得，我係個個都要問下話啲嘢。咁你可以行下邊先。系啊，即系我系唔得嗰啲。咁你系比较中意啲独独地啊嘛，算唔算系？即系唔多同人交流嗰啲。啊，系喎，系喎，又好似系喎。系咁就系，即系因为我系嗰啲多交流嗰啲。所以你咪啱做朋友咯。系啊，即系我系多交流。friend 松咗。系啊，连 gym 都唔使做喺下。约会最深刻嘅地方，你觉得边度？最深刻。系。要冷浪漫嗰啲，咪行下海邊咯，再唔係打下卡迪士尼嗰啲咯。仲有一次，但係冇咁問咯。個男仔有啲咩特別浪漫嘢做過咧？咁我之前咧就做護士嘅時候咧，佢都要翻七點噶嘛，咁我就5:幾要出門口搭巴士，要大埔搭去秀茂坪。大埔到秀茂坪。一個鐘啊！哇！要巴士，巴士再轉，巴士再轉小巴，三程我先到咗咯，個半鐘咯，你要。跟住嗰陣時好似冬天，跟住得個5-6度咁樣。跟住個男仔竟然喺油塘度咧搭通宵車，就喺我屋企樓下等我，跟住拎埋杯熱嘢飲下，但係啲軟包嘅，再送我翻工咯。他自己3:00出門口。 Nice。 有沒有試過真的有男仔撩你呢？揸電單車。有的，有些很nice
Queens 嘅叔叔咯，即係會喺架巴士入邊遞隻手指公俾你。唔係，我都會，我都會嘅。你會㗎？唔係，如果我係揸電單車，好 nice 叔叔係你。係啊，但係會唔會禮讓啲嘢㗎？應該會啩，我都會禮讓嘅。應該會啩，我係貪方便咯，貪快咯，因為我都有揸私家車，但係太煩啦，揾位泊同埋塞車。哇！係，我好少有嘉賓講呢個字。我哋呢度可以講抄嘅。唔係頭先講話診啫，我驚嚇啫！我聽到個字突然之間 ，OK， 好上緊嚟，好等等先，我腦啊黑滯緊先，你係好黑滯頭先，唔緊要嘅，我哋自然就得嘅，出唔出得啊？證明你呢度幾舒服咯，係，感激非常，你做完覺得點樣咧？舒服，最舒服是哪一 part？ 除了是不是頸那 part？ 我不小心的，不是，不要緊的，我都會講一下的，不過是 OK 的。那啊，我們就到這裡啦，就到這裡為止啦。那啊，喜歡的 follow 我們的 channel 啊，拍個明星啊，我是人口維修員啦。那啊，多謝今天的嘉賓 Wendy， 多謝曬，好，拜拜。